当时我六零年最流行一只歌呢，就是《社会主义好》，我就唱了一只《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唱好以后呢，我就跨进了五级这个大门。在上期节目中，陈瑜为我们回忆了自己是如何登上沪剧舞台的。那么，在舞台上，他塑造的最成功的是哪一类形象呢？本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应该讲，是我的艺术生涯当中离不开母亲两个字。因为啥道理？到九几年以后，我就大多数是以母亲为主的，对吧？但是呢，就是讲当时光我以第一只母亲，却是不是一个慈母，伊是一个后娘，是搿个俗雅琴里向一个后娘。后娘呢，当时光演的辰光呢，我觉得自家心里想，也分派角色的辰光，我心里有点委屈的感觉，因为我想我是两段里向，搿辰光是唱主角的，哪能会得拨我去演搿只角色了？再讲沈伟忠演搿个叫做金梅，年纪比我大，为啥要我来唱？对吧？当时思想有的反复的。后来丁老师来做我工作的，伊讲陈瑜，伊讲搿只角色确实是委屈侬，对吧？但是呢，伊讲侬。要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搿趟丁老师找我谈话以后呢，我想通了，只有小演员没小角色，角色不分大小，侬要再拿搿个角色演好了，就是你的成功。龙呀龙嘞，凤呀凤哦，桥上的紫红云通哦。你的苦衷他俩家与你老一辈的一个心动哦。宋明是不为同你与我分手，是世上一片痴心爱上你，他心底子更贵重哦，更贵重哦。这能贵重的专家，侬就收下吧。不，我不能收。哼哼，又不是个黄花闺女，会得啥个架子？哼，侬不收也得收。明早我再来。卓雅琴呢，是一个最狠毒的一个后娘，我是我演的。但是呢，最慈祥的母亲，对吧？我最欢喜的就是《明月照母亲》的金小辉金老师，伊收养了许多的孤儿。那么搿个一只戏呢，是根据搿个报刊文摘，就是《真母启示》搿个一个片头啦，伊看了搿个一个报道以后。阿拉编剧就根据搿个武汉江化中学的吴美丽老师的事迹真人真事改编的。大光，我最听君君高在愁，想不到趁着大把临走生，他深夜的孤儿来抚养，我只能。林娘一个已经不太平，再替两个更要乱纷纷。莫道孤儿，你也想生得母难动真情，其他的为难无母爱子难。
上洗手手得紧，如今这天地里我问你，怎样维持这大家的少年宫十八爷英女辈，正确家子我母亲亲，也与自己最家妹妹迎佛多儿女，你何必是阿公的苦死生？我不是自讨苦吃吗？大光，我晓得曾家两个孩子今后一定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我麻烦的。可是，如果侬也辣辣现场，亲眼目睹当时的情况，我相信侬一定会支持我的。更何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邵大伯一家对我儿的深情厚谊呀，大光。人记当年出台时，我天戴笠帽，受辛苦。有一天，我旁边开闸过小桥，头昏目眩，跌下了河。天寒地冻，十指绝，是邵大伯说声救济我。大妈她用滚烫的体温和冰水。大伯的关心与爱护，大光如今大伯与儿子有难处，怎能够昨日糊涂前世忘还？谁不顾？大光，明月照母星的演出呢，确实是非常成功的。在了一年里向，就演了270几场，应该讲搿个也是创沪剧院的记录的。那么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讲一直是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明月照木心，也同时让陈瑜收获了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二届文华奖、第三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等众多奖项。然而，陈瑜本人更看重的是观众对于他的褒奖。哎，我有一趟子乘公共汽车，有个小朋友讲：“妈妈，这个就是金老师。”伊拉娘有点莫名其妙，伊哪能搿个？伊讲我金老师老吃力的，我要拿搿只位置让拨伊坐。结果伊拉娘来拍拍我，伊讲侬是陈老师，要侬阿拉囡儿讲搿只位置要让拨侬坐。我讲勿得搿个，我演出是搿演出，我现在勿是金老师，伊讲一定要让拨我坐。玲玲，人穷不能爹自己，不你自然真可取，更不该叫做弟弟和娃呀。尽管在老师面前把谎话编，你对不起真的爱你的亲母母，对不起赵大伯待你的母，对不起面壁教育的老师们，
觉着，搿个观众呢，就讲侬演了好戏以后，观众是非常热爱侬的，对伐？我记得我是辣搿辰光辣长江剧场演出，我就叫上吐下泻，挂意思，好像演出，哎呦，老吃力的，哪能办？当辰光我自家思想辣斗争，到底是去演出还是勿演出？后头我想算了伐，搿个观众票子侪出去了，搿我就坚持。搿演出结束以后，我也没想到，我快点想快点回去伐，休息了。等我门一开，哎呦，交关人侪辣辣个后台嗡辣海，就讲门长门短。有个人讲侬一定要保重身体哦，阿拉是一定要非常欢喜看侬个戏哦。有个呢就已经拿轿车叫好了，甚至于拿搿个车个钞票告侬付脱了。搿个点呢，就让我非常感动。梦中喊妈妈，玲玲唱歌我弹琴，终于我会错怪你，心灵相通，情更深。君君性格善倔强，热烈也已患病，为人方法出原来，你满怀喜悦送礼品，愿意为从今一家更和睦。孩子与妈妈心里心，受了像一张旗帜，桌上摆，小娘吩咐呀，你在里。
孩子啊，数月早的共家子，我们你难说难离又难分，一家虽有几个亲戚，个性真是一家人。妈妈，我种的操劳虽辛苦，却有情趣在心里。回家来一声妈妈，我欢乐真是蜜糖的透心。你们烦恼娘有愁，你们欢乐娘高兴。爸爸妈妈已经许心愿，要抚养你们兄弟姐妹长成人。干啥？万岁金枪换，但有一得名分。遇到红烧肉是谁？红烧肉是谁？只盼为儿找路子。今日不女儿，你天真羽毛披风风风。待到那事业成长，就是明年娘亲定会把这人一分钱钱的来送你。因为我以明月照母亲就得个吴梅丽老师等于阿拉是结成朋友了，大家一经常交流的。葛末伊有的儿童村，我有的青年团，葛末伊收养介许多个孤儿，我觉着对阿拉青年院来讲呢，应该去看看伊拉搿种情况，对搿点孤儿呢，去付出一点爱心，对伐？看看伊拉，等于是我生活去，让伊拉去感受一下生活。葛末就带了阿拉青年团的青年员到搿个武汉去看搿个吴梅丽老师。辣辣搿个去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桩事体，就是母亲节个一天，就一个小人躲辣辣儿童村个门口头。当辰光阿拉青年团的青年员确实是拨搿个老感动，老感动个。顾继军对伐？搿个洪丽蓉、思月。伊拉搿点人看到搿个一个小姑娘，激动得勿得了，一定要带回去，带到上海来。葛末搿个伊拉搿热情是确实是我觉着非常好的，因为有的同情心，有的爱心，对伊拉讲起来蛮好的。葛末但是伊拉侪没结过婚哎，侪是靠廿岁个一个青年女。葛末后头我搭搿个叫做吴美丽两家头商量好之呢，就讲作为阿拉青年团，就讲来养搿个。小人，葛末取名字呢，就叫江明月。
一出《明月照母亲》，让陈瑜登上了事业的高峰。然而，就在喜爱他的观众期盼着他再创艺术辉煌时，陈瑜却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担任上海沪剧院青年团团长。人家有交关人在劝我，侬不要去啊！侬去做青年团长，侬脑子有毛病了。侬从形象，从嗓子，侬还好唱嘞，再配高峰，侬好得两大美，侬再可以去得白玉来讲，侬还可以塑造交关人物嘞，对吧？侬去做青年团团长，那侬好了，完结了，对吧？交关人觉着侬不要去，但作为我来讲呢，我觉着我已经得到交关了，得到噶许多了，我事业现在需要我。对吧？回想想，石老师、丁老师，伊拉搿点老一代艺术家，伊为了青年院，伊娘台，石老师带病来看戏，对吧？作为我来讲，我也没哪能，我已经得到介许多了，我去培养青年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讲我就去做了青年团团长。刚儿。我去带青年团的辰光，应该讲呢，就是讲对青年院呢，就讲侪是无名小卒。那么要唱戏呢，就是讲我也要唱的，不是我单单去做团长，但是我也要去唱的。那么我唱啥呢？我就是要去做伊拉的娘。侬像大丽媛，大丽媛呢，交关人侪来看大丽媛。哦哟，陈老师来演大丽媛，但是我不是演实来的，我是演一个娘马母。对吧？就《家务海传》，我也是演金堂娘，总归演娘的。但是呢，当辰光有，因为我《明月照母亲》嘛，有交关的人家看了以后，得了奖了以后，人家有交关企业家侪来资助我，就是讲要叫我开演唱会。咁么，我后头就有了想搿问题，像我开演唱会，就是我一家头就哦，那个几十万的侪用光了，对吧？八十几万就用光了，咁么轰一轰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是青年团团长了，搿点青年月对伐？有些人侪是从农村里向来的，一个号头工资对伐？只有一搿个辰光只有一千块勿到，几百块，等了吃几顿饭，下半个号头就没钞票了，也有啊。葛末当辰光我就想勿对，我就拿搿点钞票就摆辣青年团做培养青年的基金，所以讲搿点用下去了以后，确实是小青年侪出来了，但是演唱会我到现在还没开过。老师，娘啊，你是你一天白，
喜乐永啊心开，你说你不该让我老死受伤害，我却是小人羔羊迷途飞，而今你明是地再不是梦中的江南讲武吉的特色呢，我就是觉着最大的特点，伊就是贴近生活，对吧？反映搿个社会上的一些新闻。那么我注意一只，搿个叫做《清风歌》，也是个。当时因为有反腐败，反腐败的辰光呢，就是讲伊检察院，我演的是检察院了，检察院大义灭亲，哪能得伊的哥哥划清界限，然后拿伊搿个叫做叫伊重新做人。所以讲搿个戏呢，确实是得到了观众的欢迎。应该讲，我第一个全国大奖文化奖就是《清风歌》得的。不见
用尽胃口，样样有，名目万多不稀奇。多少人经商成豪富，多少人想手中取利比金钱。你们是不当老夫拍苍蝇，全国女王大小姐。既然此地我难容身，岂要海海过我是命，永生安天。你这面把我发觉是浑身充满铜臭气，到那么近看是假的，到黑板是玉飞，什什么多少人经商成富豪，多少人把手中的权力变金钱，你可知道多少工人卖技术汗水满身不愿意，多少农民卖生产钻天斗地做奉献，多少战士为国土流血牺牲无畏惧，多少大的好干部历劫风光扬正气，你不正道走向路边，将我出打卖皮，说是挥霍大乡愁，敲最好的贪污衣，你不怕国家比眼色，两眼只看谁谁谁，面临鸳鸯不回头，抗拒争闹费心机，自作聪明耍花招，设下人人面危机，危险阿走不热，对谁说想逃避，匆匆利用关系忙，妄图将我来调理，挑唆之名是阿力，逼我尽是作弊，要晓得人民的天下当领导，国法正义不可欺，我们要招财人农民，叫他来有用生命，苍蝇老虎都要打，才是无法心根子，轻易逃得再来保平，不然你被你保我之中之名出路，请不过反映时代，反映生活的题材，更需要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对于这一点，今日梦圆的创作过程让陈瑜
感触颇深。你像上海，当时我大家侪做梦，人家外国侪有的地铁，上海也想要造地铁。搿辰光听到上海要造地铁了，阿拉搿点搿个创作人员就下生活，包括阿拉演员也下生活。侬像个地铁文，就是根据上海的地铁贯通财经造，搿是我的创意哦，有几代人的努力，对吧？今日终于梦想成真了，所以讲伊搿个也是反映正能量的、啊。梦影渺，相遇梦，终于盼到梦圆时，盼到梦圆。刚刚我了了演搿个叫做角色当中，演了无数的母亲，最惊心动魄一个母亲，就是心有戚戚哈。因为搿个对我来讲，塑造搿个人物，我也有困难的。搿个人物是因为是最最普通的搿个叫做纺织工人，外加是下岗辣海了，对伐？已经了了最最底层啊。葛末侬要推老夫踏出啊，对伐？一个儿子又吸毒。所以讲，屋里向是穷了不得了的。侬搿个角色演得好伐？对一个演员来讲，实际上是一种挑战。所以讲呢，当辰光造型师搿辰光是要剪短头发。搿辰光我技巧《明月照母亲》下来嘛，我侪是长头发呀，披辣海个，头发老蛮好的。当辰光剪脱，我老肉麻的。但是搿个戏里需要就剪脱了，剪脱到现在我也没养出来，养不上了，就一直剪辣海，对伐？但搿个角色呢，我觉着我是最用功。最刻苦的，因为啥道理？差距实在太大了。我专门到搿个小菜场去看人家买搿个叫做茶叶蛋的，刮五零版的，或者是拉搿个叫做下级到下级的搿种年纪大的搿种妈妈搿种形象哪能的？所以讲搿个角色对伐？辣辣演的辰光，后头黄半生老师有趟彩排辰光来看戏。伊来问我了，讲哎，陈玉呢？我和王老师，我就陈玉啊！哈、啊，侬陈玉啊，伊不认得我了。我想，哎，我就成功了。东篱啊！留下了
白发之人头头上，杀一刀虎刀不折青纱子，妈妈我恰亲生孩儿把命丧，我也知家庭在你手中毁，好媳妇是你逼他走要上，我也知儿子女本不该死，可是你不肯自首，从樊一到鲁妈，对陈瑜而言，对于沪剧艺术的热爱犹如一轮明月，曾经照耀着她，也还将继续照耀着她在舞台上不断探索前行。下周同一时间，艺术人生栏目将邀请华稽舞台开心果李青为您爆料台上台下的欢乐故事。